一杆清台的方式还有另一种可能性，要是赢得平平无奇，胜利的喜悦也不那么强烈。嗯，机会来了，也许不必通过言辞和修饰，仅仅是一个眼神或异于平日的语气，你就能察觉到一切。再遇到这种情况，我会打电话给你的，就像今天一样，来接我吧。